《无间道》呢，呈现卧底警察的一个心声，但是现实生活中卧底警察的辛苦程度真的也是蛮高的。我们来看到，其实英国呢就有一位卧底警察，他说他的人生啊，假如真的出事的话。 支援警力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到达，惊险之余，他说这个卧底的身份呢，也对他的真实生活造成难以磨灭的一个影响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缅甸有一位25岁的男模尖演员，他有188公分的身高，而且呢还有一个精壮的身材。先前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短暂出家的照片呢，也曝光了，还因此被封为说他是天才和尚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4月的时候，因为他公开反对。 军政府的政变，同时呢，他也说他支持示威游行的人也遭到逮捕，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律师呢，就曝光他的一张监狱的照片，一张近照了，非常憔悴，让所有的粉丝说超心疼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到泰国最近受到台风影响呢，一周大雨不断，造成呢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严重的洪灾，但是没想到他们的总理呢，去看灾的时候没有拿出积极的补救行为，还呼吁民众说你应该要来打坐诵经，力抗洪水。